不过对面的秦女儿，哎，叫什么？软萌猫猫会撒娇，撒娇，看到没？我们就撒达，这就是给我们刷新的，刷新我们德克萨斯默认的，这就是。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而且这把有个猫，一会儿那猫跟我走。全军出击！剑需要的只是一把剑，它会产生出更多剑。他选来选去，给我整了个奥文。哎呀，被他砸了！他孤立无援，我正好扣他一下。直接唰唰唰唰，等他传送，这波还能杀。我点炎还没用，但是他传送别着急啊，等他加速没了的。唰唰唰唰唰唰唰，闪现唰，回血。蜘蛛应该都是3级左右抓我们，送塔吧。啊！可恶啊！可恶的蜘蛛，2级抓人。你不要红了，那我要了啊！你要不？你要不要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那我可要了。谢谢螳螂的红啊，感谢。我看他去，人家也去反野了，他也不想要这红，我们就给红拿了吧。嗯。这波不打了啊！这波打了直接炸了，即使我能杀他，我都不带打的，因为蜘蛛一定在这附近，啊，100%在附近，这蜘蛛。不收完这波兵我是不会打的。 OK， 蜘蛛出来了。蜘蛛只要一出来，那奥恩就很危险了，我们就可以随便压了。炮车你补不补吧？哎呀，没人出来呀！哎呀，快点推，这波能杀的。
孤立无援啊！抓抓抓抓抓抓！小狼一波，我这车我必须得补了它。嘿，走了。家了，白跑一趟。还出女神之泪，小黄毛要起飞呀！别给 Q 死了啊！哎呀，诽谤者摧残着我们！有股黑暗潜藏在我们之内。他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打，小心点蜘蛛就行了。那螳螂挺厉害的，其实他连红都没有，他居然都能抓死人，蛮厉害的。下边他有闪啊，我们等E好了直接上，直接闪现上也可以。我知道他有闪。OK， 把这闪给他打出来。然后下波我们闪现把他杀了。等个点燃，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可以上了。建议我配音，我给剑圣配音呢。恼羞成怒了。给我拦住他。哎，给我拦住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快跑兄弟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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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可跑不了。刀锋来了，你怎么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但是这波没大呀，下路不好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？就是下路的塔呀，一层塔皮都没掉。
没大呀，没大不好杀呀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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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定他！别着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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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给我上来！哎！亚洛塔皮吃的香。还有一层呢，你不吃啊？不吃我吃啊！假装跑得特别远，其实我们站到这个草丛里边，他敢过来，我们就砍他。没关系，他敢交易，我就杀他。回家了，你们让我那一个人搁家里过，那也行吧。现在我杀的 EJ 了，琴女了，就两刀，不用多，扣上去两刀。只需要两刀。上单剑圣这么强，为什么没人玩？上单剑圣一点也不强。剑圣他就不强，剑圣。来吧，秦女儿，一刀。黄毛，小黄毛，一刀，两刀，我说了两刀，再见，去下路了。来了，下波跟我啊，带你吃点好的，下波你再来。耀光，马小龙来，跟我往我身上走了。这波只要蜘蛛不死，我感觉我要母杀了啊！我感觉我要母杀了，兄弟们，来吧！别急上啊，别急上，别急上，看一眼来。哎呀，这有点烦了，这。出现了点瑕疵啊。
给我控死了。我就害怕那蜘蛛控我，我害怕他瞅着我了，我寻思我赶紧闪现上去抠他，他瞅着我了。千防万防啊，还是没防住啊。拿本五杀兄弟，嘿，太难了，机会渺茫啊。砍不到人呢，我是一只独立的吗？太难了，命运必须得到。下播了吧，等我四十秒吧。记住，不要先杀刀锋，不要先杀蜘蛛，要先杀小黄毛跟琴女，再杀奥恩。我真的很想上去一打五，我不瞒你们说。打架呀，不打架这怎么杀人呢？那小黄毛为什么敢搁塔下待着呢？我就没明白了。嘿，人儿呢？人儿全来下路，中路不守了。这不越了，这不合适。我越他，那蜘蛛搁塔下把我捆着，我死了不合适。嚓嚓，我一刀！嚓嚓嚓嚓嚓嚓！我的寄生虫怎么没了呢？谁给我杀了？三焰之影，那不又起来了吗？他们也不打架，一会儿打大龙去，打大龙逼对面团。他们不出来，我们就打大龙。ADC 给个红吧，算了，这由不得你。哎，他们把技能用了。给我打，给我打。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我刚 Q 小兵了。我一刀戳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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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戳，差一个，谁？刀锋，刀锋出来，刀锋！刀锋在哪儿啊？哎！
哇靠！去去！那狂风之力了。